你不打蛋啊，你调啊，搁点盐，没放盐，蛋里边不放盐吗？哎呀，油还没热呢，锅要热，倒下去它起不来。锅铲儿，锅铲儿，而且这个蛋一定要把这个泡打起来。我知道了，哎呀，你大厨800个人还得给你打下手。拿个盘子吧，搁那儿。OK， 来吧，吃饭吧。我尝尝，我的鸡蛋炒的怎么样？那个。哎，还不错，真的。你老不老？还可以。看着一般。不是那种最老的，你尝尝。那很老啊。不，一般，还可以，对吧？哎呀！我冲一下。一进山里，它就下雨。一进山里就下雨。真的，今天会下雨吗？刚刚下了。啊？刚才下雨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就说我怎么起不来呢？我一会儿洗吧，啊？怎么着？非得现在洗？我没说话呢。我来弄吧。你可以不洗，但是你得把碗泡上，要不然特别难洗。啊。搓一盘。什么叫搓一盘？我去擦个桌子。我现在不弄，问题是我现在要休息一会儿，我再弄。不弄算了。一会儿再弄，真的。你也休息一会儿，你去干点什么别的。艾姐，你太夸张了。你等一下可以跟我一起看恐怖片吗？确定吗？先夹，超痛！你想让我抽哪个？都可以，我就抽哪个。要你自己决定就好了。你的希望呢？你自己选择。
喜剧当然比较好玩，那昨天看过喜剧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很怕可怕的。是不是两个都是可怕的？对不对？刚刚那个呢？是哪个？刚刚哪个？可怕的。你给我看到，我就知道。我就想要跟你看，一起看可怕的。好啊，那你不管去哪里，你都陪我。好。说好了。好。老公，你不是得给我剪刘海吗？好啊。什么时候帮我剪？现在帮你剪。你害怕吗？我帮你剪。我去拿剪刀。不要失败哦。啊？我说你不要失败哦。我这真是拼了哎。每次叫我帮你剪，我都不帮你剪。对啊，在家里都，等一下，旁边不要太短，然后中间要那个短一点，然后我这样一换，这边会短一点，所以你要这边。然后剪的时候不要太厚，你就稍微短一点吧，或不要太齐，也不要太歪。谢谢。好的，你这以为我是美容师吗？旁边不用剪哦，你要有点酱。好，这样子。你抖两下。等等，后面要绑起来吗？啊？后面要不要绑起来？我压力好大啊，老婆。没事，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知道。但是我的右边一晃会变短一点，所以你的这边晃，所以这边不能剪太短。对。好。好，加油。哆啦 A 梦的时候，你可吃。你做那个吗？好，我过去。就是你的头发是现在很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现在是可以啊。你现在是右边，好好好，我来。要点圆弧形，右边比左边还长，所以抖一抖，右边就会变短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要有点圆弧形的感觉。不要剪我眉毛，我也害怕。嗯，老婆，这个是前面的头发，是后面的头发？好痒，剪吧，太痒了。